那这个壕沟我们该如何跨越？如果是慧能来讲，以慧能的智慧来讲，不用跨越，不用跨越就是跨越，你根本不用跨越。如果依照神秀来讲，你就大步一点，跑得远远的，然后这个壕沟啊，这个猛然跳过去，就跳过去。神秀是讲要大步一点，你就可以跨过去。慧能讲根本就不用跨越。等一下，刚好要讲维摩诘经，就是讲今天，就是讲今天你问的，怎么那么巧？有加拿大的莲花一意，哎，你有神通呢。那今天讲的就是这个，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。等一下，你听听呢。